哦，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天是你造的，地是你造的，日月星辰都是属于你的，万物一切都是你，由你而出，由你而造，为你而出，为你而造，感谢赞美主，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今日新年的开头，主啊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主啊，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，主啊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天蓬堂佳美之地。活水江河，活水得胜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啊得胜的地方，感谢赞美你主啊，求你赐福这个地，使它这个地成为祝福的地啊，全年之地。主啊，我们要经过流泪谷，来到全年之地安息之所。你的话要安慰我们，就像羊群到达这个那个安息之处。青草地和溪水旁，主啊，我们曾经经过饥饿幽谷，但是我们感谢你带我们来到安歇的青草地的水边，使我们可以按叶结果子，树叶也不枯黄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祝这个地方成为登山变相之地，使我们生命转换、灵性更新、爱主更深的地方。哈利路亚！祝每个弟兄姐妹健康。平安喜乐，赐给活水教会荣耀福音的火熊熊燃烧每个人的心中。主啊，这个地方就像在耶稣要记第一章九节说的，主啊，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要赐给我们，我们所踏之地在这个美国，在这个纽约，在这个长岛，这个地方赐给我们，作为我们得人如得鱼之地，作为我们在这里能够开拓你的福音，你的真理传到地极之地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祝福我们的张敏弟兄我们的张天华弟兄张天华弟兄，我们的顾哥，还有我们的平安哥，还有我们的这位姐妹和他的每个人在这里，还有师母牧师健康平安我们的家人事业都蒙你照顾，使我们这个祷告山。活水祷告山成为以后祝福纽约的地方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主，谢谢师母，谢谢牧师，哈利路亚！赞美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刚才我们的梁哥跟我们讲，耶稣在登山宝训，好不好？大家，我们一面工作一面领受登山宝训，耶稣教导我们的。我们大家一起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还有一个清心的人有福了。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我们再次献上感恩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在要成为山上的样式。主耶稣，你与我们丰满同在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